我在防供应腐。小屋呢，我在右下角那边呢。我们不是在那边，然后你叫我不要杀你吗？不是呢，不是我呢。可是我谁？在我那时候开地图，我在开地图看的，我在看红不是点。你？你叫我不要杀你，你说不是你？为什么有人偷我？不是我啦，看起来很肥嫩吗？是我吗？你我讲连话吗？是你呀，你有跟我讲话啊？你好可疑耶，还是剩下是你呢？感觉他直接走过来，我感觉好像刀队吗？如果场上剩两个内鬼，那个票型感觉不太像，而且感觉像是玲玲是对的，就是票对，所以他们才急票到这个跳技能几过。秒啊？还有哎，几秒？什么几通灵秒？技能没有，他没有技能，他就是像现在就可以触发了。现在就是看到红点，我刚刚地图上看到红点。我们这里三个人，左边有一个人图书馆进去了，通通有一点强，图书馆了。好 OP 哦！那、啊、你还在吗？西瓜在，在这吗？是谁？阿喵？西瓜在吗？西瓜你还在他吗？在左边。巧克力。西瓜还在吗？哇，西瓜不在了，西瓜累了。玲玲，那是玲玲。西瓜在啊！是谁？是刻板，不是，刻板不是，不是还是我，谁真刻板的吗？按到了吗？不是，不是没有我。正义使者只能一刀。我跟都比还有阿那就是喵，刻板还有呀。刻板四个人在一起，然后阿喵阿忽然喵间就死爆了了。啊，对，那就就是你是们那一三个团人的吗？超能力者。会不会？对，超能力者放了之后闪掉，可是我跟记得助理超能开力了。者放着他好像会不动，就是继续待着原地，然后是对方是可以走。对，对，你我说刚看到玲玲他在不左能手动，边房子里而面，且他玲在玲那没个有图书过馆来，我们的这确实我一们有动不过动。来就还有哈基，就但在哈基是好了，就在对，后在吧，做玲任玲的务确实在那边完全没动，没错。啊，我在做任务，哥哥。而且我叫你的名字啊！我没听到呢。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刚刚，到底是把我屏蔽了？你把我声音开大一点，拜托你！不是哈基，我的意思是因为他那个阿喵是在我们这里啊，所以只有可能是我们这几个人是那个，哦，是没哦。错。那个超能力者，因为超超能力能者力他要者至要少要先碰经过到他，对啊。他，可是刚刚最后，本来因就为经过。阿喵跟我还有哈基原本一直待着，然后是哈基走，然后换杜比跟刻板来。可是我跟阿喵一直都待着，对。然后玲玲是没有在这，所以只能是我们，那就只能是刻板了。我原本是怀疑扣玲玲，白啦！刻板，你这种限好度吧，比那就哦。投我吧。哎呀，我上一天投玲玲。其实你是们放，好我了这一刀啦。是放在哈记身上，我跟哈记擦肩而过的时候是放在哈记身上了。那你可以动对，吗？放错了。我不能动，我确实不能动。所以你是那可个。是我，对，那你怎不么没能杀动我？我会死掉，也是听不吐到司声喵，我音吓一嘛。大跳。而哎、且是哈记在外面跑的时候，我就放了。欸，哎、欸，阿喵做得好阿喵很棒。怎么？更好的地方，谢好谢阿棒啊！我之前还开了一场，我是鸽子是不是？我们都我猜甚至中还了帮你开直耶！播哎、欸，我人超好怎的。么外面会这刚好样下啊？尘暴，我完全没发现那是雾哎、欸，我就跑出你又不想跑进去了？坏人都可以进去。我从第一天就一直守着那终个于刀，进了，原本不是刚这刚把进不去是在演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我可以真的关进不闭去，啊，我完全卡他可住以关了。闭，他可以关门。对，哦，原来如此。他可以关，你就不会走那里了。哦，我再也不要跟哈基待在一起。诺英的那个术士感觉如何？没有，我真的没听到 我伤心了，我很伤心。诺英，你那个术士也可以一般过刀分吗？哦。喂，诺英。喂，有。有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哦，可所以以他啊。就是有两招的意思，一般刀跟那个蝗虫，那样你感觉也不错啊，你就可以封印一些地方，然后就可以去刀人。啊，你是不是想刀我？你就默默的走过来。没有，
我瑟瑟发抖。因为下面还有哈，还有那个哈吉，所以我没有要当，我只是走过去，然后想说，爆掉了。我从第一天就很想要刀人。忍很久哎、欸。忍很久。可是他如果刀错，就也很可怕。嗯。再一场看看。嗯追踪者是玩那个沙尘暴的时候，地图会直接显示亮点位置，那很对，也是蛮厉害的。而且是即时的，它是即时追踪的，它不是那亮一下就没了，它是即时的那一段时间都什么行动都知道，嗯，路径都知道，好强！米米离 go， 米米你要好好活下去，米米离。活下去，活下去，下去活下去！孟娜 go， 孟娜 go， 再接再厉！怎么办？啊？怎么办？怎么了？怎么办？你是什么？欸、这里下不去，我是普通人。不，我是。后面有人。阿喵是什么？我是个废物，没有用啊！我把你调大一点点，等一下，扣板，我好想跟你说一些话。哦，我觉得我好害怕哦。你跟吐司喵说，拜托，拜托，你跟吐司喵说。哇，他好像很好哎、欸，他好像很好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躲在这里了。谁来？谁来就杀谁，阿喵跟克白放过好了。哇，那我可以刀谁？我刀哈记了。啊啊！我不动的啊！睡。啊！哈记还有诺因。刚刚他我这一坨人刚才还在四个人站在这里，哪里？然后在讨论说怎么氪金。然后整个任务回来，发现三个人这边有一个尸体在这了。你们几个？另外三个还不举报，怎么意思？还有谁啊？你跟谁？啊？还有我啊，我跟米米离，米米离刚离开了。米米离跟谁？还有个谁？八八口哥。八八口。八八吗？八八口哥。八八口。我往下走了、欸。刚那有没有人站在原地没动？我啊，可是我想说，为什么突然爆掉了？杜比，好了，杜比。可是我想说，怎么突然爆掉了？他跟我分享怎么刷卡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刚明明看，哎、欸，大家还在讨论那个。有啊，他就有经过一下，然后跑走啦。他既可以跑，杜比不能跑。杜比跟巴巴，我为什么？杜比跟巴巴两。一样，二选一样。那时候杜比是，杜比还跟那个尸体叠在一起，巴巴是往下之后，有没有想跑掉，然后又跑回来的概念那样子。嗯，怎么两个都那么可疑？那我会觉得跑了更可疑耶。可是刚刚杜比都不动哎、欸。杜比不会动哎、欸。巴巴会动，杜比不会动哎、欸。啊，那为什么巴巴跑回来啊？你要跑回去啊？对，我在看我的地图，看了一下。他路痴，啊、想要氪金啊，走。杜比，我也想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，杜比？怎么办？为什么你不会动，杜比？二选一。因为我想氪金。氪金。我想好像是诺因讲话讲到一半，突然没声音，他一直在教人怎么氪金。诺因，我替你报仇。是不是就是杜比？我的天哪！怎么办？觉得可以信你吗？还是我把另一个给变了？反正是把他们两个都排除出去，然后再来看。我觉得是他们两个。好，你觉得哈？好，那你走前面，我又是正义使者。我帮你挡刀，来，好，走我们寻找巴巴，寻找巴巴，通气巴巴，巴巴通气巴巴，你这里是死路啦，你底嘞？爸爸，爸，有没有看到巴巴？爸爸，
这是米米。对，什么大豆的小宠物？哎，这是米米。爸爸呢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不要不要，爸爸，爸爸，我操！结束了，真的上两个，结束了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我在想，还没讲，就是没有讲。刚刚不是，我真的是我又是最支持者。然后我跟阿喵讨论，阿喵都非常怀疑爸爸，我就说好了，那不然他们两个都出去啊，然后就结束了。我跟阿喵跑整个地图，他走前面，我走后面，四处通气。爸爸在哪？爸爸在哪？爸爸出来！我第一天差点要刀了刻板，我真的快按下去了。还好我跑得快，没有是你的哭好，我想说好了。救命！我抱歉啦，诺英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哎，可是，抱歉。可是刚最后是谁刀了诺英？杜比是术士，刀的是因为我原本想说，我想说我要来做个任务，然后。我就按到了，然后就把它嘎掉了，就按到了。原来是按到而已啊！对啊，我想说，虽然那时候你在我旁边，我想说不对啊，你应该有看到吧？可是你好像没有看到的样子。但我看到哈基其实在右下角，所以我一直没动手。我就看到杜比就很顺手把正义使者卡掉，之后哈基往回走。我想把哈基卡掉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技能还是 C。正义使者好像有点厉害，我们正义使者换很可怜的流浪儿童啊。流浪儿童是可以开锁，可是我不晓得这张地图有没有锁可以开。要封门才可以开锁，没有的话就是流浪人。哦、那好像有点太可怜了。要学吗？你只能啊，那个复仇者好不好？正义使者改复仇者，就是你要看到一场杀戮在你面前，你就可以。短时间可以反刀，哦，就是你看到人家刀人，你就可以马上刀过去，一样是一种正义使者，但是就是很被动，很难的。好，好，再接再厉，抓比 go， 抓比要跑，抓比别再氪金了，先 go。杜比，对不起，等一下，别再刷卡了，够。氪金画面，氪金画面，等等，谢谢谢谢，氪金画面。怎么办？哇，这个要做到很难呢，这做到很难呢。李玲，我把心脏给你。哎、欸，你不见了！你跑超快、欸，干嘛啦，爸爸？干嘛啦？不是你跟着我，你干嘛？你要刀人是不是？怎么小声又大声？怎么小声又大声？爸爸很可疑，爸爸站在原地不动了。还氪金吗？啊！啊，这个好想玩哦，可是得看到。他懂了，看不到啊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看不见，爸爸不见了。嗯，为了体验这个职业，所以我必须得跟人啊。我们这个任务暂且先放着。那不就被你听到了吗？啊、怎么听到什么？听到什么？哦，秘密是小秘密。哎哎哎哎哎我成功玩到了，我在街道金字塔，是你杀的？哎，对，金字塔入口的下面，在街道那里，然后刚好看到克白跟阿喵在那边说什么秘密，然后阿喵就被克白刀了，然后我是复仇者，所以我马上把克白给刀了。啊？不是哎、欸，克白是那个呢？他不是说死了会大叫的那个不是网红吗？他是网红，对耶，他刚刚大叫了，哇，他刚叫了呢。那就是阿喵被那个幽灵附，
对，超能力者给附身，所以他走到这里被刀。我怀疑是爸爸，因为我跟 Mona 刚刚跟爸爸讲话，他不回话。我记得超能力者好像听不到旁边人在讲话。好像对哦，他因为他的身体会在那个阿喵那里，他会僵直在那边，所以他听不到我们讲话。哦，爸爸，原来是这样啊！爸爸，你是不是说话都没事？然后爸爸，你这等于是多赚了一刀啦！我，那你有听到吗？好啦，我有听到。柯白问，抱歉，对不起。我只能说，柯白，你看你有秘密藏在藏着我嘛，对不对？他不跟我讲，我就只能怀疑了，就拔刀了。小秘密，他大忌。